全军出击。上路是个啥呀？积木是吧？哦，积木。让我抠你一下。哎呀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这游戏啊，中单对线最难打的就是就属这左一呀、啊、这英雄可难打了。你看他都没有碰到我们，我们已经没有血了，半管血没了，看见没？我们抠了他两下，他跟我血，他比我血还多呢。他只一了我们一下，这个英雄伤害特别高，我这得抠你一下子。这把打上路其实好一点，这家伙，你瞅瞅。而且他吸地特别短，学个两级抠吧，然后等一个包住我们血条的被动。你瞅瞅，就他打我一个技能，我打他俩技能，俺们换血还没换过。一会儿死了，你要干啥呀？不是吃饼干挠一下死不了，扣一下，这波双杀你大爷，没有双杀到。哎，来个小药瓶，出个黑暗封印。还行，兵线进去了。只是他吃的兵也比较的多。记住，螳螂杀了我们一次，一会儿我们元素奉还啊！记住这个螳螂杀过我们一回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哎呦，还好啊，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哎呀，跑下路送人头去了。行吧，那我吃波线吧。没办法，石头人补刀是这样的。这个英雄如果想补好刀，那么第一件装备必须得是日炎。玩 AP 的很难补刀的。车你吃不？你得吃吧，我先扣你一下。一会儿先往螳螂野区插个眼儿。
马上有点盐可以杀了啊，这佐伊。怎么没蓝了呢？关键时刻啊，人头没拿着，哎，真是差了。不过我们省下来两颗饼干还行。回家吧。来个发电机，把这饼干卖了吧，正好给我们加100点蓝量，给它卖了，应该用不上这饼干了。哎呀，还行，枪毙了。原来螳螂这么长时间没打红，跑去打龙去了。那我们一会儿去红，不是能碰见这螳螂了吗？算了，既然这佐伊这么喜欢游走，我们继续推中，游去吧。游走的目光星灵，反正我们现在大招刚好，也不着急去，继续拆。我这吃塔皮不比杀人香啊。上路怎么的？上路80刀对20刀，我操了，你像个人了呀！啊，80刀对20刀啊，这咋帮啊？杀一个兄弟，说实话确实不太合适，你知道吧？2150。查两个眼儿啊，防止对面又去赶上我们家队友去了。可以，这边回家吧，发个信号给队友。这边把多兰戒卖了，我们来个法穿海，穿透给他搞起来。哎，这佐伊丢这么多兵，怎么还能八级呢？什么意思？
为什么就非得要抓我每一回，我就搞不明白，兄弟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点烟点了我几个点烟啊？是俩点烟吗？一个点烟怎么能这么痛呢？不应该呀、啊、谁被下当了？积木被下当了。积木，哎呦我这积木，不过他们家这螳螂是真烦人，操的，中路能走三四趟了，都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，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来回晃。你就来回游，我把你中路都给你拆了，游吧。我单吃了五层塔皮，回家出这个收割者去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帮一波稻草人吧。这哎，他怎么能十级了呢？这个佐伊怎么到的十级我都没搞明白，我都没十级他十级了，凭啥呀？这小子丢多少塔皮多少兵，又是你的吧？那这我就应该一杵子打死你，我让你装。稻草人是什么闪啊？自己的闪。可以回家了，希望卡密尔不要从上边过来呀、啊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大棒，是的，我梅家的窃魂卷下边出吧。哎呦我操，闪现补刀可以。哎呀，走上路找卡密尔的。你别让我逮着你啊！你别让我逮着你啊！这螳螂，你别让我逮着你，你千万别让我逮着你，你让我看见你，对不起，游戏结束。你别让我逮到你，小伙子。我是不讲道理的，听见没？我是不讲道理的。先把屎吃了。你怎么死的？你给我个解释。回家，来个发电机。
他是141。哎呀，我们应该没雅的窃魂卷了，我们不应该出发电机。出错了啊，这杀的螳螂不能加四层，只能加一层了。什么东西啊，谁允许你拆塔的呀，小伙子？你怎么死这么快呀？我给你扛一下塔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可以，青钢影来了，这边青钢影，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先躲一手，别着急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我估摸着这个螳螂啊，很有可能就要过来打这个小龙。咱先扫一下，别着急，先看一眼，看看这螳螂从哪出来啊。还行，没人敢碰。来支援一波队友，速度，看看剩几个人啊！这波我们要能直接大五六个，这波就赢了。还是说秒一个，看看到底怎么说。这里明显是有眼儿。拆了也没关系。算了，赶紧回家美甲的窃魂卷吧。往哪飞？往哪飞？你往哪里飞？等会儿啊，先打个蓝 buff。闪现了，可以，我们打龙，回家。美甲加星界驱驰两件传说装备出来，我们的减息地能加20%。啊，没有20%。哎，这神话装备也太垃圾了吧？才加5%减息地吗？加的也太少了吧？这。受伤，哎，这维音怎么跟脚本似的呀？我操，好猛的维音呢，我差点上去了。兄弟，这真的是很让人难受的。哎，这波不应该回头救他的。好了，这波都不应该回头，这波就应该再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你知道吗？这波上去干嘛？你说这卡密尔给引过来了。
梅家的窃魂卷消失了，消失了。不好杀呀，兄弟呀！哎，可以。哎，我们可以大龙，来来来来，这积木还行啊，这积木稍微起来点了，积木。该秒一秒这佐伊了，好几回都没秒过他。等一等啊，别着急，天下队友把龙打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家的眼儿到底在哪里，这是一件很烦的事情。螳螂开始给我整夜阴之风了，你以为一个小小的夜阴之风就能让你不死了，兄弟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，这一个小破夜阴之风就能死不了了。哎，奇了个怪了，哪里有眼儿呢？是我怎么走哪都有眼儿啊？感觉呀，他家眼儿怎么那老些呢？这螳螂干啥呢？偷东西。稻草人让人抓了。哎，我可去你妹了，哪这么多眼儿，我们家全是眼儿吗？就让对面布的全是眼儿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连这里都能有眼儿啊？秒表呢？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先把这日女给杀了，咱也不放大，我们到底要看看这眼儿都搁哪呢？你怎么回事呢？右边没有眼儿啊，怎么回事呢？瞎撇的，瞎撇的，估计是瞎撇的，都能撇着我这里有眼儿。哎呦我操，这谁放的呀这？哎，这又放了一个眼，真的，这他们家眼好多呀，我排都排不干净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过人了，实在是不给我机会呀，没有人出现在我面前，一个女妖，一个夜阴之风，直接平 A 把他杀了啊。先闪一闪，别急啊！叮，快点救，救救我这边！哎呀，这急的！真没啥用啊，这积木啊！
来个沙漏，哎，出完沙漏整一个法穿棒，然后把这换成猫子就好了。这个杀音书不要撇啊，我跟你们说不要撇，它属于传说装备，比较便宜。出杀音书可以给我们叠成叠那个冷却，不要把它撇了。螳螂，找到他没用，跑不了。我看你挖哪宝，哟，哎，这就有点烦了啊！先把这朵一杀了，队友呢？还可以。一瞅这日女啊，就是要闪现。没事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我点燃他了，别追了。哎，我们可以中推，我们可以中推，我们可以中推。卡密尔没回来呢，给远古恐惧吸点血啊！你这个吸血在战塔里吸确实不应该啊。这怎么的？先把小法穿棒做出来，法穿十，这不是又十二层了吗？我这美甲的血魂卷可以啊。我们先把这 AD 春哥给他打了吧，五十秒。直接上肯定是不行，青钢影敢上来直接大打啊！青钢影直接杀青钢影先啊，先杀青钢影，叮，来日女杀了，打得好乱啊，剩个螳螂，哎，全是钉，我看你往哪跑，全是钉，我们一波能不能一波？给一波了，应该差不多。那螳螂打一个钉一个，打一个钉一个，哎，都是钉。投降。